机啊，红放松机会在网络中产生大量的虚假硬件地址，因此你们采用了配置交换机端口的策略对其进行防御。我就是想试试能不能做一个像熊猫烧香一样可以感染系统中 EXE COM PIF SOURCE HTML ESP 终止反病毒软件，也会删除 GHO 的备份文件，无法重装系统的东西。每次重装系统都要连接不同的硬盘，就能直接获取信息。老师，您刚刚是不是也用硬盘帮我重装系统？看来我是让你小子给丧心。放心，我只写了一千，没有T恤。